因为吸水性还有吸脏能力都是非常强，难免这边男总这个滴滴不小心车打水车打尿，啊小狗拖尿尿也好嘛，啊地板上用的湿哒哒的，因为森林妈妈的话哦，买过拖把很多种很多经验，出来明明一年四季换了好几次的拖把，他买回去不是擦不干就是不好用丢在那边好像垃圾一样，有买过这次的都知道，明年是不是干掉也硬。 赶快嘛，赶快做物件，怕水尿泡个半个多小时，啊擦个地板边边角角死角地方，你要搬桌子搬椅子就算了，哦，如果擦到狗尿完蛋了，吸在这里面，因为它里面都会积水，好，我给你发霉发臭了，啊，如果你要用这支当然，我们这种的话就很聪明，日本人它直接用化妆棉材质，哦，它有水，它可以吸水，有脏可以吸脏，你这边横的缝隙横的脏，直接缝隙直的拖，啊，拖了一个多开一样开棉层盖水就呢，那种边个拔多啊，边个拔一样，直接一样把它给擦过去，那你边边角角地方来也是一样。 直接就是这样子把它擦过去，就是这么的轻松。马上擦，它可以让我们达到马上干。啊，你说擦过的地板有多干？哎，这卫生纸嘛，就是不会说啊，不会骗人东西。好，那其他可以啊，打一块。哎，啊，哦，打打打的，卫生纸过也不会那个好吗？马上擦，马上干。哎呀，你说它吸水能力很强，啊，那如果吸脏能力呢，一样非常的强哦。因为这边难免会有灰尘、脏东西嘛，哎，滴滴咩咩比较调皮捣蛋的，厨房给你车挡的酱油、车挡的沙拉油，涂骹龙骹的油底底底油啊。 啊，以往我妈妈说，我的破电视，但你破广告啊，哦，那拖把用起来真正真好用。但今下面你穿外套，但是你看得到摸不到，刚买回去都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家的主要可以给你，让叫你让你存，存几天，存两天，存三天，存到手拢碰破，还要再往前面推。哦，手痛的要命以外，里面的水还是挤不干。百分之五十的水分还是在里面。如果你要用这次妈妈，我不如建议你，让它压住的话，咔嚓，勾炸就叫阿妈摆破路啊。五年大概进来，这个电动个比较好用，这个的拖是真好。 拖，唯一的缺点哦，一打后那个头的材质用错了，打坏坏嘛。如果最是沙细菌，那老最料怎么样啊？哦，你可以给它打个漆嘛，是赶快。哎，怎么的？你刚可以给它穿漆，啊，想出来请两个人水分滴。哦，我请两个人打。日本人很聪明哦，直接把头改掉就好，改成这个毛毛下雨在用的这个化妆棉的材质，里面它是拥有二十万个毛细孔。哦，所以它吸水吸量能力很强。包括这个是整颗头下去做的，哎，你看它里面都是水，它是有弹性的东西，你大力让它。 它不会断哦，啊你这样大力甩的话，哎，它泼滴水就是泼滴水，而且你可以把挤出来，你可能小块已经惊，你敢看嘛，惊死啊！哦，每次十分钟大瀑布呢，里面可以吸的这么多的水，它的吸水力很强，以外，吸脏能力呢一样非常强。包括你的手就拉伤嘛，是赶快。哦，那有脏，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吸脏啊，啊有水的话就是吸水，有油的话直接就是吸油，你敢看吗？啊你吃过了，哦这个哦脏东西通通吸在这上面。 啊，唔是讲叫它吸一盖，你都一定爱甲洗一盖。哦，前面它可以让我们用20瓶到25瓶，所以它相当里面都是水咯，一样可以持续让你继续要做擦拭。赶快没有你水清，没有你水干，都是这样简单这样方便。啊，清不了的，那稍微你加点管，哦，要怎么清洗？很简单，你这边要准备一个漂白水，哦，清洁剂都可以，哦，装在水桶里面直接下手，我们把它给抖一抖就好。拿起来，它脏东西自然脱落。啊，这个集水器你会说要去哪里买？全省的家乐福还有那个10元商店都有在那里，不用担心买。 你有力气的妈妈，你可以给她大力啊！啊，没有力气的轻轻压也没关系。拿起来的话，它就算有水，一样也是不滴水，就是这么的好用。啊，你不要说我用其他地方比较好用哦，现在不滴板也是啊。这是没有一根凹吊带啊！啊，以往的话你是不是要大力拖用力拖？还用两只手这么好的细滑细，不然这样跳不来。轻轻松松一只手就好。啊，那个切过你看看吗？水切片的水清气，就是这样简单这样方便。爸爸来帅哥，你看切看吗？这根凹宽哦，凹盖会掉底，你看你看看吗？哦，简单哦。 边个开电脑，边个开冷气，较早吼是安来开，刚好开冷气，即过灯坏坏嘛，啊，惊弟弟妹妹无小心行过骨头，哦，啊，你啊弟弟妹妹行过骨头是还好，厝内面啊有时大人骨头啊不得了啦咧，伊啊叫救护车咧，哎，但是你看看嘛，有好处无？真简单，啊，一个水清，一个水干的物件，就是这样好用，啊，你看这样好用拖把，啊，哪边？